们所说的下坞这一个船舶建造过程当中一个标志性的节点，船舶下坞之后就代表着这个船后续要连续的搭载施工了，节奏会非常的快。这次主要采用了个中国风的风格，以这个金色、红色为主，它主要植入了很多中国的元素。整个一个空间的变大，包括室内、室外空间的增加，因为给人员的这个舒适感、体验感都会有较大的提升。